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新奇这函数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去调查一下，调查什么呢？各星期的销售。什么叫各星期销售？怎么做这件事？我们可以用插入枢纽分析表来去做完，对不对？好，毕竟我们要跟各位分享资料分析嘛，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点选插入？第二件事情点选什么？枢纽分析表。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订单？好，确定。请问我要分析什么？每周的周一销售怎么样？周二销售怎么样？周三销售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所以请问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先勾星期？所以打勾星期。可是这个星期他就帮我把那个阿拉伯数字全部加起来了。你必须要把这个星期啊，这个星期要搬到这边。这不就是变星期一了吗？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七，也就是星期日。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？点它，可以吗？所以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列里面是星期，销售额是值，它只要是阿拉伯数字都会先丢到值这边。所以刚刚我是不是先勾那个星期，就它是不是跑到值这里？我是刻意再把它拉回来到列哦。好，你要画一张图，确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张图要怎么解释？等一下你就自己来去练习一下，可以吗？所以这张图呢，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哦，这个周间，应该说一星期里面，星期一到星期日，然后它的一个销售总额，最好是把这个数值啊改成什么千分位符号，这样方便我们来去做说明。所以可以发现哦，在星期二的时候呢，它只有47万，可是其他的周间平日至少都维持在200万左右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公司要去做教育训练，可以在排在星期二这一天，或者是一些就是说比较可以动员大家一起来去做的事情是周二，或者是电休排在周二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好，那这就是所谓的一个 Excel 的资料分析的部分。